小柯202第一志愿号送上。新年彩蛋，咱们经常会有临时性的翻牌，粉丝们想知道什么样的评论能够吸引您的注意。我一阵一阵，我自己都说不好，这个我会尽量争取跟大家都在微博里边或者在其他都可以争取在任何时候都多沟通多交流。2022年有什么新的计划吗？就是还是努力工作吧，努力工作，然后希望自己也是身体啊心态啊各方面都保持一个活力充足的状态，然后投身到工作当中去。今年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新年起来第一件事情啊，我希望睡个懒觉。新的一年想对粉丝们说什么？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边能够身体健康平安，然后工作顺利，一切顺心。2021元美节富婆姑，祝大家元旦快乐。